每当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你确定你真的醒来了吗？而你在路上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又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游戏都发展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款游戏，而我们只是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而已呢？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很多学者和名人都是支持世界虚拟论的。 No, there's a one in billions chance that this is based reality. Oh, okay. Well, imagine in the future where you have even more power than that. You can create characters that have, for example, free will or their own perception of free will. 也许你要说，如果世界是虚拟的，那你有没有证据？还真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证据，最出名的就是曼德拉效应。很多人都记得1980年的时候，曼德拉是在监狱中去世的。当时呢，大家还看了电视报道和他家人的发言。但实际情况呢，他是1990年从监狱中重新获得自由，并且1994年担任了南非的总统。另外，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1963年的时候，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时他的座驾是六人座还是四人座？答案是六人座。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甚至有人翻出了当时的报纸和蜡像馆的雕像，都显示他是四人座，但实际上他就是六人座。那我考大家第二个问题，你们记不记得自由女神她是右手还是左手握的那个火炬？答案是右手。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记得是左手握的火炬，并且很多人记得他们明明还去过那个火炬上面参观？但实际上啊，在100多年前，也就是1916年的时候，这个火炬就关闭了，所以不可能有人上去参观。那为什么那些人的记忆还如此的清楚呢？再考大家第三个问题，在白雪公主中，恶毒的王后她对着魔镜说的话是：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还是说墙上的魔镜啊，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答案是墙上的魔镜。 Magic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ne of all? 是不是很神奇？有人解释啊，这一系列的现象是因为有人回到过去篡改了历史，也有人说啊，是平行世界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我们完全思考错了方向？真实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而这一系列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这个虚拟世界的程序出现了 bug。那反观回我们自身，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明明第一次去一个地方，却好像是曾经来过的感觉，或者是刚刚发生的对话好像曾经发生过？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一切在我们这个虚拟世界曾经模拟过呢？